有人爱小丑，为何孤独黄昏，真寂寞孤单值得歌颂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。来了来了兄弟们来了，他们说我说台阶而上的代价是低头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没有没有，鼻子塞着呢，鼻子堵得难受。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，谁说对于平凡的不算英雄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寂寞。中的屋檐雨露后，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这好像新出了皮肤是不是？限时活动获取。这么帅的吗？这个 AWM 有点帅啊，我这三级头也有点帅啊。飞行器我有点帅哦。哇这个三级头怎么这么丑啊，这感觉像个没脖子似的，感觉自己像个没有脖子的。这个三级头就不好看了呀，这个二级头还行啊，三级头就感觉自己像个大头怪似的。一级头都还可以，一级头二级头二级头都还蛮帅的。我操，这三级头一戴上感觉自己像个大头儿子。等一下我发个开幕提醒。对路生花，我看我有没有双倍卡呀。双倍卡，
噔噔噔。开一张吧，开一张白银双倍卡，好吧。别开了，不开了，不开了就不开了。我先发个开播提醒。就不开了。村里，这个村里又在玩。一路神话。涨分吗，兄弟们？上次呢，我们分奴。OK 啊。对，那我们好上次啊，我把队长给。我们三匹兄弟，三匹好打。三匹。哦哦哦！你直接找这个银河。找车转移开就行了，三匹好打，三匹正好打。你四匹的话，你会装一些小车进去。三匹装的车对你还能打，四匹装的车对你还能打。哦，我懂了，那个是黄总是你小号是吧？对啊，我们两个设备点啊，我来卡一下。OK OK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他们这是搞三比一的那种，知道吗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1.2倍亲密度，什么？什么被我吃了？
今天1.2倍，啊，对呀、啊。哦，你说开播提醒是吧？我洗澡了吗？我天天都洗，我每天晚上都洗，我睡觉之前必洗，我不洗我睡不着的。一号，一号，一号啊，怎么了？你下把要是不打的话，你跟我们说一声啊，我去上号卡个房间先。OK 啊 ，OK OK， 卡个房间什么意思？要是打，就是我们两个设备点拉不了。没有，他把房子给我，给你都成的，你那个号申请的就成了。哦。我可以同意的。那也行，没人。只要没有，只要不是说四个人全部退出游戏就成，队伍还没解散就没事。哦，你们两个被卡设备脸了是吧？是。嗯，那可以解的呀。没必要，就快打完了。嗯、哦，快打完了就没必要了。真没必要解、啊。谢谢阿星送的同心卡，同心卡是什么？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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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，啥也没有，我操，好黑。在仓里吗？在仓里吗？我操，消失了。妈，给个助攻，畜生，直死。直死了啥攻？那啥助攻？我的天，好黑。天哪！前方有危险！有人吗？倒的，倒的。急救不？急救不？急救不？不用了，太远了。没补，那个补。哟，谢谢陈哥的5年6年。你收房间优了点，少点被别人顶。7年同情。我的没往那边收。妈了个逼的，这帮杂种就喜欢抓单。有没有556的枪啊，兄弟们？里面不是吗？我找到了。我在，你有的是吧？有了，有了。嗯，配件比较像，枪口、握把什么全要。枪屁股吗？枪屁股我俩 M4， 不要屁股。枪屁股让一下吧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我这里有物资。那没有吧？我也在找。我操！有物资。走吧走吧，你可以子弹换一下，谢谢。我老去。好的。一旦他不是 solo 吗？你说啊。哎，堵桥去，堵桥去，上车堵桥去。你看你就有强迫症。妈，堵桥要够挖配件呀！我靠。你开过来呀！我操，在等你。
我在想咱们是去山顶稳一点，还是直接去堵桥？去山顶的话，那就稳如老滚。可以直接堵，我看一下后面。他们小可以留个人看后面就行了，然后我出来看一下左右，看一下前面就行。原则意义上来说，我不想赌的，那今天这样就赌吧，因为我每次赌桥都出事。只要后面来人呐，你要后面下来了，没有背景。这么说明白了吧？不要在上面，不要在那个下面趴着，在上面趴着。是啊，你的位置漏的是啊，你他妈真的绝活呀！啊，怕我屁股后面那个车是啊。你爬这个车上。你看我怎么爬的？你看他怎么爬的？对，然后你再怎么爬？谢谢，不玩了，溜了溜了，宋楠，山水初逢，谢谢。没票去上，一号，你这上面的话，你看这里，前方有危险，有点高，一会儿前面来人，都跟你说。我看桥架呢，我看上面呢，我得看顶上有没有上桥底的。没事，你卡那桥架上，你可以，你卡那反坡，他完全看见他也没关系，反正那刚拉过来要那么远。你随便一看那边我们看见。那我看吧。你来回转着视角看就行了。不是说你转过去一下子就跑过来，我操，他从那边拉过来要好久。谢谢咪咪的专属手办，谢谢咪咪。现在堵桥有点太早了，我感觉这些笨蛋都不会上桥底的。怎么小笨蛋。嗯来晚了，今天兄弟们迟到了。迟到了15分钟，睡过头了，挑完不过来，我操他妈的，第一个全过，要么第一个全过，要么他妈走杀之后才过，他中间不会再过了，我感觉。再不就是咱们说的太快。谢谢改名只想中一次99999奖送的办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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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那个元旦节放到几号啊？几号上班？明天上班吗？还是后天上班？后天去炸死你！后天去哪？后天上班。明天最后一天啊，佳琪。
我他妈服了呀，一个都没有啊。都是后天上吗？那我还想，我还说想着明天休息一天呢，劳逸结合。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浑身不舒服，喉咙疼，肚子疼，腰疼，背疼，我操，哪哪都疼。大半夜的起床跑起来吃药啊。喝了一杯治肚子疼的药，然后又喝了一瓶治喉咙疼的药，然后躺在床上，我操，腰板疼得不行。绝了他妈的！给杯热水喝吧。大半夜的这车躺在床上，我操，喘不过气儿，你知道吗？喘不过气儿来，就感觉这个脖子里面有东西堵着，好吓人啊，我操，就我吓出一身冷汗，我被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吗？然后吓得我连夜赶忙起来喝了一瓶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蓝鳍口服液，堵桥那个人没堵到人，他们这一堆很稳健啊，特别稳健。我觉得我下一把还是不和他们玩呢，他们太稳健了。因为你在那堆，你把人家当傻逼吗？我靠！要不你下来，把他上面的人看到，躺最小姨的。桥顶上没上人吗？你们这样说的话。对面没停车。不是没停车，你之前不是在桥顶吗，兄弟？我不在桥顶啊，我一直都在桥架上面，不在桥顶。我靠！我他妈以为桥顶有一个的。来了，别闹了，来了。两个，等他过到我前面这个白色的。打上了。别打。没有背剑，打工仔。
我上个月休息了几天，我看一看，我去瞅一瞅。12月1号啊，3号一天，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号一天，两天了，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两天。我明天休息一天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意思想休息一下，半个月休息一下，劳逸结合，可不可以？我觉得很 OK 啊。一个星期休一天都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一个休息休一天太频繁了，半个月休一天还可以。这是谁呀？来了个魔多啊，听朝中断的。来了个金马，别他妈说话。来了，来了，来看呢。满编。绝了，他要舔这个包，他妈不理解这样，我，他舔这个包，他舔这个包了。压一下，哎，不压的话也是耗。他是往墙下跳了呀？没有。头顶有一个，头顶有一个，站在头顶。四号，你不能拉人，你来我这里。哎，我真的无语。头上有一个，在靠架子上。架子上面，架子上面。右手边，要打你们。我这里可以打到，他打不到的，我这里有元气。他往前爬呢啊！他往前爬呢。哎，我真的裂了，直接拉过来，从这里就可以打到他，为什么要在那摸进他？右手边，佩佩，看见没？头上。我真服了，这叫我演吗？这是，大哥，你不能开麦吗？哥，佩佩，我不跟你说右边头上直接打吗？我真的无法。麦克风的哥，看我这儿爬，看我这儿爬，三号，我在爬呢。你还不能说话吗，佩佩？哎，我真的绝了，真的。
你是都能救，都能救，都能救。我不是说都能救，我爆了，我爆了，你救他，我爆了他妈的右边头上呀！我真的绝了，真的。四号，你过去的时候我不也说了吗？妈，别往前走了，就卡着白车，卡着白车，我他妈已经完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跑回来了没打你的好吧？哎呦，好凶我操，好凶，他妈好凶！怎么会这样打？我真服了。右边有枪声，我就冲，我就往右边跑了。好凶，好凶，我操！我无话可说，知道吧？我无话可说，真的。你又打不过，你还往前跑。好凶，好凶啊！他好凶啊！哎呀妈呀！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气急败坏。破防了，破防了，破防了！他急了，他急了。反正我倒之前我说了，我倒之前我说了，右边有一个，我抱着清清楚楚，右边头上有一个。知道右边有人，但是我不能到他的小点。我让你回来了，你不回来呀？大哥，我都冲上那了，我能回来，他打我了呗。你回来，哎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知道吧？我一个25 KG， 他妈的6700分200多场的战神，我他妈要怎么教你才能明白你该回来？他好凶啊！他好凶、啊。牛逼！我比较菜嘛。不是你菜不菜知道吧？你直接拉回来，他不一定秒得到你，但是你那样拉过去，他必秒你。真的，我打的服了，真的。他差点就掉大分了，差点。他不觉得自己命大，他还骂人，他还凶别人。我还救了他一命呢，他都没说谢谢。哎呦，你太烦！他先下手为强，我操！先发制人，我。你他妈卡麦了，老子给你打字，你看不见吗？哎，我真服你，我靠，你真绝了！为什么四号城的接锅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你们两个白给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说别人四号？操他哥的，差一枪我！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掉线儿应该。那个二号是不是上不了那个？他不是人脸锁了吗？不是那个啥人脸的吗？他是上不了了，上不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二号上不来了，被这个三号气的，被三号骂的退出游戏，然后发现自己回不来了，人傻了。
那傻逼他妈上不来了，躲一手吧。看出来了，这里有前方有危险。真的绝了，真的我服他。他不是人脸锁吗？人脸锁为什么还要重登游戏啊？他人脸锁是设备锁，跟这个没关系的。别吵，进点来是吧？这个楼前方有危险。好兄弟，我先干他去了。没必要，等一手吧，等他过来。他不是枪，他四拳，他有一半四拳。左手边还有一队，没动，这里面的二楼。先别冲，别冲啊，十二，你让我。我打了一个多了，我进去帮你，没人跟你。几楼？二楼，二楼。一楼死一个，啊怎么还有？这死补你啊！不是一队，不是一队，不是一队的。我在二楼打，我在一楼打死一个的。他冲出来要给你硬补了。进圈吧，大兄弟。我下次把他带进去吧，真是个绝活啊！我真无话可说。他卡麦了，妈的，刚刚爆点像一点没听见。快过来，大兄弟，我们得扎到那边那个水泥罐那儿去。没有，咱们脸上那个铁皮的死了，就大圆盘这个死掉了。顶上，高架顶上，把车放这儿吧，只能放这儿。左边防区有人。是高架上面有 M 机身吗？高架上面，屌毛不是枪。左边那个小医院用了。谢谢谢三百星，谢三百星的十年星空卡，谢谢。他直接退了，哎，我服了。救都没得救啊！把他包舔去，他直接变盒子了，毛都没有，有人吃的。还是打那房子啊？哎，也不用管他了，反正他搞了。到我了，你开车打，这他妈开不出去，主要进点一个 MG3 的，顶了，顶过去了，大家开车的，我开了，我开车了，不用开，这个机马顶过去了，他们俩都要差的，金马死完了，房区在这也倒人了，房区在这倒一个的，房间都倒了。哎，别急，别补你，那什么来？真的疯了呀，没补是吧？没补到，没补到，这个笨蛋。他他妈追着你补，他妈的傻逼。笨蛋，没补着。他是不是上不了号了呀？兄弟，兄弟。我下吧，再来吧。
你把你的小号拉进来吧，我把房租给他。等一下，我拉不了，你先整，我让他先整。OK 啊。杀人杀的不多，他吃菌力挺高的，吃菌力高而已。我的吃菌力才48%，他那个70%多，所以他 KD 高。OK OK， 你们房子给他。OK OK。啊，拜拜兄弟，拜拜拜拜，溜了啊。嗯哼哼哼，那存你。拜拜拜。OK 啊，刚才那我拍的那一局，我操，那个人好凶啊他。怎么跑那个？他怎么跑了？什么情况？嗯，上分呀，兄弟们！你不7000分了吗？大兄弟，我们打的比较晚，没事，晚安，拍吧。不行不行，哎，我看他打法跟我不一样。什么？他意思是趁痴情说想打稳一点，不要打很凶。不要打很凶。他觉得为什么？他觉得你打得很凶。他觉得我打得很凶是吧？他要你要节目效果，你肯定得打得凶。什么很凶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咚咚咚咚。他害怕，我讲。他感觉我打得很凶。哎，还好吧，我不凶啊。那个才凶呢，刚才那个才凶呢，哇，那个老凶呢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大哥，我的歌单接受不了，没办法，这个酷狗的歌单 Tape 500，懂吗？这不是我的歌单。早上，这是广大网友，嗯，广大网友评选出来的。我打吉安去了吗，方总？啊？没人打兄弟。你打喵，你不是打最烈性吗？你打经典干嘛？我。最近上不了分，太少了，打了。绿烈加分肯定少啊，这都不用想了。不是少不少的问题，主要是没有队友，知道吧？
黄山头吧都没，要有两三个打队联盟的，也一下就上了。有一队啊，有一队要落中段了，看见了。哦，他能落这么慢啊，干他爹！你个大菜！这对憨批来着。然后打最烈，你确定你一天可以上两百分？可以啊。加分这么少，你是打都没听过？可以的，只要有一个队伍很好打，只要稳就好了，就是稳，基本上把把持。最烈掉不了分。关键是第一是保证不掉分的情况下，能把把加分呀、啊。我今天有个笨蛋呢，跑上去了。他们拉到一段了吗？嗯，全跑回去了。你想干他吗？你我看你有想法。没有，我搁这架着呢。四号演员声音太有标志性了，确实。他比较害怕，你看吧。嗯，是我投屏断了吗？哦，果然没声了。你打死我！妈了！前方有危险，厕所在那儿倒了一个，应该我也来帮你一下。我来了，爬回去了，爬到这个前方有危险尖角房后面去了。过点要过一个，这个要吃的话可以。你们俩那边有没有车？你们拉到脚库堵的，肯定堵的吧？没错。他等下要刚拉进来，还救呢。他们去一段了吗？嗯，全在一段。这有人蹦蹦。走，我俩走，我俩去脚的库堵他一手。你们俩可以搞定了，这对很憨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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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给我来看。噔噔噔，不是线的问题啊，不是，没错，他派的问题，派的坏了，小心。手上背起来 MC 在这里面，我这里有物资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拉过来了，刚拉过来了。你们需要帮忙吗？喂，兄弟，别在那里搞没了。还有没有？我打个药。我去帮一下。你卡一下楼梯口，范总。他丢雷了，
没事没事没事，小问题。你们脚底下几个？我感觉要到了。没事。都没了吗？差点没偷了，我靠！脸上就有一个毒囊。喂，在我这边打的，没事，你们可以。没事，能拉。有个在那个。前方有危险。近点，打了两个，没事。把近点抓了，胖子。倒，这边倒，就剩你们脸上。他要跑，他要跑，他要跑。差点被他给打倒了，差点。这老六趴在这里，我靠！我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脸上了，我不知道脸上有一个。你别听他打我呀！听到了，我已经停了，听到了。锁住。我停了，我肯定打了吧。天，这俩人机棒我还没舔呢。我之前还看到有个人在那干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停过来了。还好这一对憨，憨憨的这对，哎，车怎么被偷走了？他们谁给车偷走了？三轮。对面车库三轮，谢谢300斤的100个小飞碟。是房可以堵到很多人。机港有人啊，机港。有有机关箱，在机关箱上面跳，看到了。是房说不定有人拿我们车去堵了，不一定呢。谢谢300斤的182个小星星。不知道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这转要转点不好转。嗯，怎么我也捡了个快过啊？因为打经典感觉好打很多，那些小牛马都去打狙猎去了。唉，胖子，我说如果打不出来白金局，还有必要玩吗？游戏嘛，就是娱乐的嘛，消遣时间的嘛，对不对？差200分封神。那不管你打什么段位，他都可以娱乐嘛。明天应该能上了。我代表我那时候差200分，我一天也干上了。我那时候疯的时候，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游戏体验，关键是没人，你知道吧？不管你打什么局，我打到还得招募，我也没人，我自己打招募的。我那时候我晚上我都是熬夜打的，我队友都睡觉去了都。我也是打招募打的。昨天晚上我没洗澡，我洗了呀，我天天都洗的，我天天洗澡。还掉了一把大分那一把。天天都洗，前面人叫我呢。不洗睡不着。这边有机关。我这里有物资。56子弹有多的吗？有，可以分个几十发。来来来，我备弹2发，太穷了。我也帮你说是吧。够了够了，70够够打一波架了。你要不要去这里趴着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不想，他肯定是不想。去哪儿趴的？那个鬼地方容易被连打带捕啊！我才不去那里趴着呢，我一般都去炮楼。
那我去炮楼。我去炮楼。你待后面。两个人去，算了。那里容易被连打带补，大家的。你怎么不去打尖了，傻哥？没人打。那早上叫你打，你又不打，你又不来，装哑巴。是吗？你的高地给你装上了。那今天三点多就能加上。谢谢阿星送的同心卡。去炮楼干嘛？炮楼蹲人啊，蹲那个机港的。学到点儿，学到点儿。我能吃鸡就行，我不管杀多少个，我还要杀多少个多少个的。你杀多，你不吃鸡也加不了多少分，浪费时间。这是套路啊，兄弟们，下次你们可以这样干啊。你们去学校或者说水城，哎，抓紧收一点东西，然后收完过后，立马来这个四合院赌一波这个上城区和机港的。只要你赌到了啊，保准是肥肥的，我操，直接发财那种，就单车变摩托。肥的一匹，打局练谢谢失眠梦的办法，谢谢。就这一个满编只有他打。你提前多少分呢？不要因人不成反被抓，内逼不可能。昨天一天没打，怎么可能？昨天都没打，就手杖打两把。昨天拿小号跟两个十六七星的摇车也不好玩，他要真的是个莽夫啊，看到人就直接怼脸上干。嗯哼哼哼哼哼哼，赌到没打过就是另一个故事了，一般不会打不过的吧？你们一个人趴厕所顶上，或者两个人趴厕所顶上，然后这车过来立马就扫，一看你们枪法了。有时候招募的人，打起来。太怂了，哎呀，他们老卖人，我不想跟他们打。谢谢黑秋贵的两年同心卡。嗯，遇到这种演的很正常，都不要被演多少次了。所以有时候进招募队，我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一个人开那蹦子。有一次，大喵的，我们在干架，然后队友他去上车，他说保车。他把车闪离我们离几百米远，然后跑刚拉过来帮我们，我都醉了都。嗯，车盘满了，我清空一下。嗯，要有一个队伍，这个战神早上了，我可能早两天就上了。你刚不三二不是经常打吗？你叫他陪你打就好了。这傻弟他不打，他要去打什么极寒。打那个极寒多无聊啊！谢谢浪子河的两年同心卡，谢谢。我感觉机港都跑了都，有可能过这个桥了，他可能走了。你看，哎，有车来过了，往这里开了。前方有危险。诶，有人绕这里了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，他绕到那边去了。有想法，有想法，这队员停了，停了吗？看见了，停了，这个位置，前方有危险。嗯，要要不要拉个限定拉到他们屁股坐的？有人开飞机，有人开飞机，他妈的，在哪里啊？这里，前方有危险。嘿嘿嘿，他妈的，这么飘的。
刚忘记搞认错给要拉枪线了。走了没？我是没看见了。不确定，这里不好看，有个树挡着。四个猥琐来，哪里猥琐？看穿衣服顶。这叫战术，懂吗？战术。不是那些花柳。战术术，战术。你是广西的吗？是哈。广东的。四号不能和他打配合，不能和他一起。我们去舔一下那个包包哈。你看他舔包的时候，他就要拉一个垫背的，看到没？好鸡贼啊！包最后那边你趴个屁啊！啪啪啪！那我去了。最后那边没在山上，后那边炸死的。山上去金马了，气港的应该跑的。天命圈，天命圈，兄弟们，不是我不走啊，是这个圈一直给我刷，一直刷我们脸上，这实在走不了啊。点谢都免过了，谢谢三百斤，谢谢三百斤的两架水星马车，谢谢。26个。事儿，兄弟们，等一下现在圈就打起来了，这把只是运气不好，没人从这儿过。我是那种像狗分的人吗？我是那种会狗的人吗？我这么刚猛，四号就是昨天扶我起来我要操作的那个人吗？我想一下，扶我起来我要操作。哦，对对对，前天吧，是前天吧，扶我起来我要操作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他。在哪儿打架呢？这圈没多少人的。那个 ID 仿的那个兄弟呢？那个不知道。兄弟们，干，没我事。你们在干嘛？都怼到脸上来了。我靠！我。兄弟们，没我啥事儿。这个、吉普下坡速度太快了，我刚听到吉普森，我还能，大白我还先我 我还先开了个麦，我好吧。我刚要，我怕你们不知道。我刚要直播去了。嗯？我在他们直播间还挺有名的。这是我这兄弟怎么知道了，我操，他还看我直播那天也给他们一把。兄弟们，我操，刚才我们说的，我们说都被他听着了。我操，你怎么还有窥屏啊，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
你怎么悄悄的窥屏？啊，暴露了，暴露了，兄弟们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了。你直播间的人对我印象挺深啊。啊，是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？哎、那里不是跟你们打了一把吗？我连倒三次，然后觉得先那波进去又被偷了。走吧，画圈了。走吧，找人干吧，走吧，干起来，干起来。嗯啊。刚才说他坏话都被他看到了，兄弟们。欢迎你哥。早上好，那个。前方有危险！现在蒙起来了吗？四号，那边有人在急马、哦。嗯。别过去白给。没人了都。我上把带三号一直找人杀，你忘他。那你这把为什么要勾起来？车啊！前方有危险！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！又一队，又一队，又一队，劝架的，快修，快救，斜坡在。前方有危险。右边斜坡，这边前方有危险。搞什么？完，他拉枪线了。我雷雷雷，脸上有雷。把喵的弄啥？溃平了吗？不是啊，你这家、就是、你这家打的太不明白了。兄弟，要不跟我打吧，跟着我的节奏打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谁知道他们劝的那么快啊？你要到那边山上直接打打一，放到两个在底，你知道吧？我打。啊！哎呦，被夹着打太难。老板，你别开车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兄弟懵了，这兄弟。他们全是贵平的吗？怎么一打起来都没多久，全都顶到屁股了？哪有贵平的？人家都不知道我叫啥名。不是你前期不怎么打，你后期打怎么能打？谢谢谢尼哥的许愿摩天轮和灵通晚会，谢谢你哥。前期熬狗狗到后期，你是按捺不住了吗？你前期要么就找人清两波，拿点人头，好吧？后面直接站个点打人。行，之前你跑到那边，跟你们打好吧？不是，之前你跑到那边山头，你就应该放倒两个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或者把他们卸了，请准备。放倒两个，放倒一个之后，然后到脸上不是放倒一个了吗？这边反坡放两个，拉个枪线到后边山顶，直接就没，瞬间就让他们没了，好吧？等下他们顶你一边，你们顶不住了。等着你们没了，这兄弟有点懵，感觉呢。跟你打吧，好吗？跟我们节奏的，叫学校吧。
鬼知道你们全卡进那个点干嘛，不顶过来啊。刚打倒他们一个知道吗，然后后面就来了知道吗兄弟。后面就来了。啊、嗯、刚打倒换子弹、正准备往上冲的，我操，哒哒哒哒哒。就被瞄了。给你们封烟，就后面三头就拉人了。刚拉人，后面就拉枪线了，知道吧？不是一队的。肯定是不是一队啊。没事，问题不大啊。拉个毛的枪线啊，他们不是一队的。哎呦，算了不说，反正是你的锅。下注了啊，兄弟们。有一队。我们弄高楼啊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你们去高楼了？去主楼。去学校啊？去这个主楼啊？去主楼，去主楼。主楼落了一个啊！我操，你把我给搞蒙了。楼顶落了一个，没有枪，跳下去了。我操！我没枪。我来帮你，找了吗？没了吗？走！哎呦，这喷嚏打的！啊！找猛攻他！找个车，拿车应该没跳的吧？别着急，嗯。啊，你们不是要打的凶吗？走啊，打他！哎呀，兄弟怎么了啊？不要自暴自弃啊！好好打，好打。该狗狗，该打打，知道吧？现在是战略性撤退，方面太差了。去阿城找个车。红盘呢？我这里有物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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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出发了，我开车去了，我得。有6000标一下。OK 啊。多两个扩容啊。
那我丢了啊。差不多了吧，就把学校的干了。学就三个。来来来，上车兄弟。慢动作了，在这里。前方有危险。刚才想加来了吧？这儿这儿这儿。我操！什么情况？妈呀，这是！我操！神马了我！他他妈就趴到我脸上煤炭进去了，我他妈的！我也没看见啊！直接裂开！他不穿了老六服吗？随手都是趴，好吧？哇，真的是万万想不到啊！学校那个刚才在跑吗？有没有给我点？什么？啊？有吗？壁纸上。分你点地上。没有。五十五十。这就是他们吧？是啊，还少一个。还有一个勾起来了。刚才不是你说有个在跑吗？不是他们，他们开的狼嘛，走了都。走了吗？啊，好吧，空投没落。过桥圈这个是，堵桥去吧。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大人不多，就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人机，那不人机吗？走走走。
堵桥，堵桥，又是熟悉的位置，兄弟们，熟悉的地点，熟悉的时间线啊！每天，每天必有堵桥圈，又来堵桥了，手嘎嘎的。哎，我好想出去吃好吃的呀！要不今天晚上出去吃顿好吃的嘛？我好久都没有吃过好吃的了。我要出门吃干锅，我要出门吃干锅，出门吃个干锅，然后再去烫个头发。那明天再休息一天，睡个大觉，美滋滋呀！我操，主播有点飘了，我操，主播有点飘了，今天还想出去吃好吃的，这就飘了，吃顿好吃的就飘了吗？别呀别呀，我现在这个左下角这个腹痛啊，已经痛了我半年了，上次去医院查没有查出毛病，你们别诅咒我。来车了来车了来车了，牛啊牛啊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我操，救他一下！快给他封个烟。这烟拉一下，四号。在哪里？这个。吵架了你。别拉他，他要死了。我操，差点我被秒了。加油站还有。近点近点近点，炮楼炮楼围墙看见了，还要拿在我们头顶，山上拉了一个，来铁峰要把炮楼的吃了，把炮楼吃呗，好，还有人没有，上上上上，先把炮楼吃了。上车，先开车顶过去。还没有打呀！找一个，还一个，还一个。找他，找他！打他，打他！很残的。好了，打了，加油站有一个了。我跟烟儿住的。上面两个好像。两个是吧？开车过来了。没事，能跑能跑能跑。我操！我操！就一个人过来了。没打过这个，前方有危险，在我脸上，围墙。妈那个嘚嘚，我操补人！过来了。刚才我不应该拉的，哎呀，我直接打就好了。这是干拉下来的这个。
我听你说车上有两个。我看错了。没了，跳起来白给了，没打死他，我这给他秒了就不一样了。哎，第二个我不应该倒的，打第二个的时候我不应该倒的。我这个桥不好堵了，我们俩撤吧。堵啊堵啊，接着堵啊。撤到后段堵吧。我上个桥顶去，看那边有没有人。第二个那个呆呆的，那个呆呆打了，本来不会倒的，菜了菜了菜了。这人看起来怎么很呆呀、啊？还会这样玩呢？这些人，呆你们还被悬炸死了，他喵的！我幸亏离远，要不然我也得被雷。嗯。我去给他放远车拿了吧，我们打架下桥底吧。都忘记带油了的。都跳不上去，上不去啊！真厉害。干前进也行、啊。接着躲吧，等下干前进，我们带两桶油。嗯。到我这边来，能赌一手的。拿点烟跟油。把车放这。前方有危险。连掉两把分，这把估计得掉个20分左右吧。二十。不用吧，就开车就行。等下没车转移好难受。啊，停停停，再往左转，转再转一点，再转一点，好，斜着跳啊，拉满，没拉满你这个。你别摔死了，全该摔了。嗯。你别跳，狗帮呀，我操。你能上、啊、我有时候一下就上了，有时候好难上、啊、对，只要你最后一步来车了，好，来车了，在上面一点点。哎呦完了，要摔死了。黄旗别玩了，别玩了，黄旗来了一队。我知道，打起来！抽你吗？啊？在抽你吗？没抽我，没抽我啊！来了，要过，拉炮楼了。满编有个开蹦蹦。
啊，我把闪包用了吧，这队员很难受，卡的这样。他妈要过了，给闪包用了吧你。我闪包现在用不了，知道吧？可以可以。桥上能挂闪的。打后面那个，停了，我操！看到你了吗？左边石头。脸上，雷，三匹，噔噔噔噔噔，我扣了二十多分，嘎嘎痛了。你们打吧，你们打吧，我先撤。招募一个吧，你招一个。OK 啊 ，OK 啊。人家打猎的。哎呀！他他妈七千块钱上个毛啊！他猛攻不起来，你知道吧？他妈掉几百分，抬他妈三层，我操！还能怕啥掉分啊？我不知道，他比较怕。刚刚七，都七千分，他打得可以的，就晚上。我拿一个 ，OK 啊。带我上分，带你上分，带我上分，放我吃鸡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队友，队友不好找啊。这个一号，我跟他打过。跟他打过两把吧，好像之前跟他打过经典，还有打过雪地的这个，是吧？这你都记得啊？那咱们吃鸡了吗？哎，这你都记得啊？那咱们吃鸡了吗，兄弟？你带我吃鸡了呀？我带你吃鸡了。那我那把好像野了，那把。那把好像被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没事，这把不严就行。没开麦，没开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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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可能还是很深哦。那点他妈真鸡巴费呀！我那个雷他妈就把两把没吃鸡了，三把还没结账，那个位置杀了几个来着？都赛季末了，这些人我也不待，早上还在帮他们打架，劣质，不然现在挺个费劲的。阿鲁城有一队，
两队啊，阿晨。八路城三队，三队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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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嘟嘟嘟嘟嘟，很少出现这种情况、啊，两把没撤军，可能和这个兄弟命里相克、哦、上次和那个刚才走的那个兄弟玩也是，我、哦、操，没吃到鸡，这次也是，这赛季还有两个星期就结束了、啊，两个星期。嗯哼哼哼哼。说过没？给那个人打裂了。命八字不合，八字不合。上次和他打野是没吃鸡。你们上把吃鸡的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他妈死了。没有，那岂不是不加分？你扣分呢？扣分啊，还加什么分？昨天我们打那两把都挺稳的呀，会不会是现在中午太质量了，不好打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八字不合，八字不合。一共就和这个兄弟玩了三把，我操，三把都没吃鸡。我刚刚观战了一下二号，就是金星十 KD 以上的，没退钱了吧？一号我那里搜过了，没啥东西，这里不要钱。Okay 啊、我这里有物资。去学校搜吧。我多了两个扩容，我给你们带着吧。这很少出现这种两局连着不吃鸡的情况。难道是他太晦气了吗？八字不合，就和那个我之前排的一个小姐一样啊，有个小姐姐，也是招募里面的。我操，每次一排到她，我掉就掉大分儿，每次一排到就掉大分儿。开狗闸吗？把这个道具给拿一下，再开一下。赶紧的，不然他很难人的好搞。二号可不是混子，二号大猛男。多的一个三倍跟四倍扔这里了，还有两个扩人。马路边有那吉普。来个人跟我一起开。来来来，狗杂有吗？哇，哇，三级套，我靠，什么东西？狗杂，这么肥的吗？这个箱子？我投屏又断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每个人还可以开一次的呀，把子弹拿多一点。基本上每隔一个小时要断一次，一个小时断一次。金马，金马来了，右手。
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牛逼！我操！牛逼！我操！直接战争起跳！我操！我怕现在来个人机！我操！我先先拉一个吧。懵逼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在扔东西。我先打个药，我先打个药。你打药，你打药。他这人没了，王哥。直接战争起跳，我天！最后这个是叫斗鱼颜值担当的是吧？查一下，应该也是个高。不知道。他跟我对跳，对对对，就叫斗鱼颜值担当。斗鱼颜值，对，查一下查一下，斗鱼颜值担当。吓死我了，好吧。有点刺激啊，这样吗？嗯，这个人也很猛啊。这车不行了，开这个吉普。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快走，去换辆车去。最后那个人，斗鱼颜值担当，王牌四星，3.6 便宜。200场，山梦的，他们会不会是打野，然后来抓我？怎么这么快？不知道啊，哎，前面那个车库有车。嗯？怎么又是三轮？八路三刚刚漏没车了，别去别去。八路三刚刚漏了三个队。嗯，我看到了。谢谢鱼仔，谢谢鱼仔的4年同心卡，谢谢。你包填好了吗？填够了吗？够了呀，够了呀。空投呢？空投在后边。空投东北，开始。小心歪绳，抬车。放个烟。坐你们车吧，我坐你们车。有啥枪？这里有个三级头啊，厕所呢？我有了三级头，我有。我要个新的奖，防弹衣。要不我开蹦蹦吧，我开个蹦蹦跟你们，我想去换个防弹衣。OK 啊。哦，谢谢谢谢鱼仔，谢谢鱼仔的山水初逢，谢谢。这什么新礼物吗？这是。谢谢鱼仔的山水初逢。来车，空投，来车，空投，来车，双人跑车。啊，你好。快走快走，
有车身，快走，兄弟们！停那个山上了。我操！就那个山头啊，停了。厕所的那个山头。前方有危险。漏了。哎，你们打应该撞过一修他们吧？应该经常撞，都是战神。撞过啊。我上次听谁说好像133他们了，是你吗？走吧。我在 bug 的时候，我陪王一修他们摇火力车，我一雷33，直接给他们炸下来。牛啊！哦，谢谢鱼仔的又一个山水初逢，谢谢鱼仔。哎，左边山上，南方上有山上。在这儿装机呢，他在。英雄。山上在，老远。前方有危险。在那边，看到他了。他、啊、知道我们在这儿，可能是刚才那个的队友，应该是他队友。对，走吧，去加油站，不对，去收费站。谢谢鱼仔的雪人大飞机，谢谢鱼仔。这个圈靶场的圈概率很高。感觉这个手不太对劲儿，感觉手麻麻的。路人啊，这是路人。有金马山上，开走，前方有危险，看到我们了，看到我们了。谢谢鱼仔的两年通信卡，谢谢小星星的通信卡。哦，对了，二号，你之前不是 bug 俱乐部的吗？怎么推的？谢谢小星星的山水初逢，嗯、谢谢。俱乐部了吗？退了。大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小星星的山水初逢。退了就退了呗。你说 bug 俱乐部，我就想起了那个养猪，肯定要出事才能处理那个。本来可以好好直播圈钱的，现在，格局小啊，看格局太小。有点飘，知道吧？对，确实有点飘。桥上来一车，桥上来一车，桥头，嗯，就一辆蹦子，兄弟们。死。这么多天都不掉。本来是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的，多塞点钱就完了，非要硬刚，搞得自己直播现在也都开不了了，开全是一堆喷子。嗯。你一说起 bug 俱乐部，我又想起了那个3S 女团。3S 无敌阳吗？那个视频你的吗？那个视频你看了吗？看到了。
哪个视频？说不定我也看过。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这不要了解、哦。对。那说一下，好奇好奇，让我见见世面行不行？什么视频？啥视频啊？不能看，不能看。小孩子不能看，嗯。什么小孩子？我很小吗？合体视频。合体视频。具体描述一下嘛，又不是没看过。男女打架，懂？哦，对，我他哥上吧，没接上呢，等一下啊。应该懂意思了吗？我懂，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3S。很早上了。是。3S 女团的陪玩团跟 bug 俱乐部的，懂了吧？哦，打完就这个意思。哦，懂了。身体。哦，这不秒懂吗？这很简单嘛，这。哎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这。单数啊。见麦的，很正常的。几个章？就是具体里面的那种细节，就是比较好奇的。但这种其实，我又没有换弹癌，我没有换弹癌，可以测。我有换枪癌，我有切枪癌。去买个防区。进圈了，兄弟们。哎，这个点要打架的话，肯定是没有这个圈大部分。先去四合院吧。嗯。看看有没有人。为啥提前接到？那个是上把的盘、啊，重新开了一个。我重新开了吗？开了啊，三分钟封盘啊，兄弟们，三分钟。下注了。这把支两局，36个，你看这个圈。如果下一个圈还不少人的话，就不要拦他了。来，测试吧，准备过来了。看到了，他看到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好残、啊！差一点就炸了，应该就差个十发的。第四步等不了了。880，封锁墙。三号是妹子吧，一直都不说话。应该是妹子。差不多有点难受，行，我换一下。这不可能会是猛男的。夹一下，能不能夹一下？把声音夹一下，夹个他爹，妹妹。好像也挺厉害的，好像是十几 KD 吧，十几星吧。我刚关站的时候看了一下。提高，老鹰抓小鸡煲汤。28个。这把得稳着先吃个鸡啊，不能得把那个气势给找回来。得把那个感觉，那个吃鸡的那个感觉。
你就被山上秒了，在这不动。没事，你们不看着了吗？不看的。悄悄咪咪的四个人露出来，甜品圈。我去对面。OK 啊，这个圈真爽。对面可以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大厂上面他们应该停上面大厂了，刚刚那个白色车子在那里。过来过来，你们拿一个人过来。妹子妹子跟你吧。我过去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开车去哪呀、啊，妹子？来车了，山上85，开始了，走了。没过来。看到我们。他去防空洞了。啊，车太让人卸了，我操！哇，你小心。怎么？车胎被人卸了？他停了，他停了，他停洞口。有人在卸车，刚才。前方有危险。打起来。没打，一辆警马在那沟桥的过去。子弹吗？大炮，我们有6的，飞弹只有40的。哎呀，没有，我上车。我们车大了。嗯，车没了。他们打起来了。两枪，烟起烟了，东南加50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前方有危险。没事没事啊，那边狗在那搁那呢。哎，我看到有人在跑。哪里在跑？前方有危险，有危险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三个老弱及力骨的。哎，这个这儿取消了。前方有危险，危险！打起来了。这么猛啊，四号直接干了几空的。哎，我人头被补了，操了。怕啥？开了。山上这一队挺猛的啊，山上这一队小心。